德口自然教育中心迈入第十周年，林务局界林区管理处特别来庆祝，带着民众来唱生日快乐歌，也希望这个中心会当继续来打拼，为环境的永续发展来努力。谢谢有你，生日快乐！那林务局在挑战现在的人很多的观念，那实际上大家很清楚哈、人在这个自然界存活下来，那基本上有它的一定的历史。那最近这两三百年来，实际上人越来越强势，对所有的东西已经造成最大的破坏跟最大的危害嘛。那所以自然教育中心基本上就是想矫正大家这种人越来越强势，那对所有的周遭产生相当威胁，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另外一个价值跟观念，所以叫做司法自然。王章良指出，管府在1807年和德口自然教育中心签署环保行动联盟合作备忘录，希望能共同提升嘉义地区环境教育的服务能量，打造出适合亲子共同学习环境教育优良教育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